的度假模式。瓦胡岛了，刚下了飞机，在飞机上好冷啊，旁边的空调一直吹，我穿长袖都觉得好冷。然后下了飞机又湿又热，风还特别大，我这个帽子一下就飞了，太失误了。现在就开车去酒店。现在到酒店的停车场了，本来以为海岛游是躺平之旅，结果又搞出一本攻略来。现在就先去房间 check in。你在喝什么呀？这个是 juice。 还送了一个包啊，还挺实用的，给了好多水壶什么的，一些沙滩用品。订这个酒店是一个 condo hotel， 它就有两个 bedroom 的，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两个小孩就不用挤在一张床上，也不用挤在一个房间，就比普通酒店要好一点。这边就像一个酒店公寓一样。哇！好了，到了，这应该是第一个房间吧？这还挺不错的。哇，这个房间外面就是海景。哇哦！哇哦，真的是一线海景，真的不错哎。这边有一个阳台。啊，这边就是客厅，还有一个小厨房。这边应该是第二个卧室，对，他第二个卧室在这里，正好两个小朋友。然后还有两个洗手间，这个是另一个主卧的洗手间，这还好大呀！哇，这个酒店太棒了，我太喜欢了。Hello， 大家，已经3点钟了，我们打算到附近那个店赶紧去租一下，就是明天要 snorkeling 那个蹼，还有救生衣什么的，再稍微买点水什么的回来。我已经穿上小背心了，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。我们开启了度假模式。大家，我们要晚上出去吃饭了。我今天就穿的稍微夸张了一点，这个其实是一个泳衣，就是它是两件的那种，但是我只买一个上身的这种，然后下面穿个黑裤子，侧面这种，哎呦，我的这个一坨肉在这儿，对，它侧面是这种斜肩的，这样斜过来的。结果来了发现很中式的菜，这是中餐日餐的一个 fusion 吧。然后先点了这个是 hamachi， 这个鱼，就是跟我在别的地方吃到的这个菜没有太多两样吧。等我差不多
A5 和牛，然后一个苏式肉，这个比较好吃，因为它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我更喜欢这个。像是一个米糕，下面是糯米。We can share. Yes. Distribute on top. I love the camera. 上面好像是金枪鱼，金枪鱼泥。下面那个糯米啊，有点煎的比较过，有点像炸糕，比较硬。一个猪五花的。有点像石锅拌饭，先尝块这个肉。这个好吃，是那种甜口的，是南方的那种红烧肉的味道。尝尝这个米饭，放了甜酱油，味道很足，这个很好吃，特菜推荐。尝尝这个叫什么拍菜，有点酸甜，够了吧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。我们因为时差，小朋友们5点多，当地时间5点多就醒了。昨天去买东西，吃了个饭，晚上又去游泳池玩了一会儿。我们分开房间睡，感觉非常好，互不打扰。现在是早上7点钟，我被他们吵得不行了。你们看景色真的好漂亮啊。爸爸6点钟就下楼出去买早饭，是不是排队啊？对，在这家是 Eggs and Things 买的早饭，然后朋友还推荐这家的咖啡，说特别好，那叫 KAI Coffee。 我们赶紧吃一口早饭，今天要出海了。
上午出海，下午 hiking 上山，吃完饭都3点多快4点了，中间还去沙滩玩了一会儿，所以现在去爬个山。好闷好热，就是一身汗，很闷的感觉。往下面一点就是瀑布的地方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第3天，现在是7点钟，因为我们要起来抢恐龙湾的票，就是抢后天的，它是提前48小时抢，所以我很早就起来了，小朋友还没有起来。今天呢要去 North Shore， 就是北，就是啊，我手环里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天哪，我准时进去刷的都没有了。我今天就是去 North Shore， 稍微浮潜一下几个地方，然后重点是晚上看 PCC 的表演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约了朋友一家，昨天是一家朋友，今天是另一家朋友，就是很多朋友都这个时间来夏威夷，8点钟就准时出发。朋友们还没有起来，准备等车开车出去。这拿了好多东西，今天是一天的旅程。现在我们开车去都乐住职员，应该是那边可以有吃菠萝冰淇淋，还有什么走迷宫，就是带小孩玩一下。来早了，还有5分钟才开门呢。我也是直接穿着浮浅的衣服过来的。中午吃什么？这个是虾的什么饭？
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在路上看到了有一个好像是公园，然后走进去也不是公园吧，就是 hiking 的地方，所以打算来稍微逛一下看一下。你看，就是有一片很茂密的这个山，然后它下面有很多热带的植物，远处还有风车。我很累了。你很累啦。这个买的套餐应该是12:30就可以进，然后就可以看什么夏威夷几个岛屿的一些民俗的一些秀吧。然后我们都没有来，遇到晚上现在已经5点多了，我们才到。对，所以它下午是一些表演，然后4:30开始自助餐，我估计不会特别好吃。然后晚上再有那种所谓火焰的那种有点像杂技的那种秀，所以我们就等于来了，可能稍微吃一点，然后主要看晚上的那个表演。人山人海的 buffet， 准备好了你的手呢？我准备好表演啦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大家早上好，又是一天的早上7点钟，今天8点要出发去集合，9点钟去 sandbar 出海，然后可能再 snorkeling 一下。我昨天晚上看 PCC 的表演还蛮好看的，但是那边就是不让拍照，所以没有给大家录太多，就是偷录了一点点。今天就是又在楼下的 Kai Coffee 打包的早饭，给你们看一下吃什么哈。在搞巧克力的那个 crab。那个薄饼，这边是三明治嘛，应该是，就是夏威夷的那种，比较像果泥一样，然后 smoothie 那种，上面有水果、香蕉，两杯咖啡，叫 Aki Bowl 啊 ，Aki Bowl， Aki Bowl， 哎呦，掉了一块出来，好困，眼睛还有点睁不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出门了，出海了，走吧。
大家，我们上午出海了，去 sandbar， 然后中午回来吃了个饭，稍微洗漱一下，现在打算去一个植物园，就小公园稍微逛一下，拍一些照片，然后晚上再去爬山看日落。对，就是绝不能躺平，军训之旅。好吧，现在走吧，因为4点就要关门了，现在已经3点了，赶紧过去。那个植物园关门了，不让我们进了。打算明天什么时间再来吧。要转战另外一个景点了，看看能不能进去。Valley of Temples。那个 temple 也关门了，他说是5点关，但其实他4点半就关门了，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就不让进了，所以我只能又走了。现在。再换一个地方去爬山。 OK， 我们终于找到这个 trail 了。 trail 的入口就在这个对面这边，这是高尔夫那个 club， 然后对面这是 trail 的入口，在这样的一个路边的土路这儿，所以就是很难找。